神界伊始，祖神创神、仙、妖三界，传灵力修炼之法，后破碎虚空而去，神界至高无上，听四大真神令，统领众军。光影在传神，将前尘修尽了掌纹。千针万线穿，是你救了我们，不可怕，不必在意。破落的我不是早说过，让你不要跟着我。悲剧传闻，谁阿战，这么巧啊，又遇到了。我们神仙有一习俗，七巧节那天，若一人值凤灯，一人值黄灯，在临河桥上相会，便算是定情。哦，安战，送给你。我仍想触碰你的黄总在，这么巧，你怎么来了？桥畔旧时霜累累，离人远行无不归。启禀殿下，前几日查到，在我们仙族之中，竟然出现了妖族的人。打妖鞭下，妖行必现，当就地正法，绝不姑息。就地正法，绝不姑息。身为天启的护国师，却为了昆吾族的妖而背叛我族，你该当何罪？今天就是要跟你一命换一命。很多事情既然已经注定，是什么？我你怎么就这么死？为人，为人，醒醒！我仍想触碰你的余温，当思念一寸一寸滋生，我怀春风一阵一阵转身。若趁早一寸一寸频频来往，各地军刀兵齐扬，怕是想要当命运一战胜了妖神，切断缘分，妖神现身，来生三界归爱恨。如潮生多残忍，这天下来时轰轰，去时空空，回首改了面容，君不见前世纷纷，旅行深深深深几寸。若要问是我愚钝，是我天真，为何你就过不了你自己的心境？幻境中，历经爱而不得之路，久处幻境，耗尽一生。你每日耗费灵力，是为他造来生重遇之梦。你这是何苦啊？魏婴，难道真的是你？